坚哥要搭捷运了，哇，好紧张哦！来，这个你内行的，你来看，我们在西湖站，它就是这样子环绕，忠孝复兴下，对，然后啊，然后台北车站两站就到台北车站，丢了，像这种代币哦，丢了，好酷哦，这个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这样。啊，我们呢？逼一下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。哎呦，坚哥搭捷运。啊，这个要带，这个要带着。等下出去再走进。我第一次站在这个地方，对，去看这一个有没有？哇，复兴，复兴。哎呦，宪哥要搭捷运了，哇，好紧张哦。宪哥要搭捷运哦。来，这个你内行的，你来看。我们现在在西湖。这个是西哦，是吗？我们现在在西湖。哦，我们在西湖站。它就是这样子环绕，就是环绕这样。对哦，所以我们要到。忠孝复兴下，对，然后台北车站两站就到台北车站，丢了，哪里？哎，我来了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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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，你是不是要搭捷运？问一下，你现在坐捷运吗？你要搭捷运吗？那你会去有点远的地方还是？远吗？几站？远吗？我三站。大安站，走走走走去大安站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大安里头。哎，也就在旁边。隔壁用走的都到，好走。好。你要去什么？大安站。大安站 ，OK， 好。我来先买票。好。好。像这种代币哦，丢了，好酷哦，这个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这样。啊，我们呢？逼一下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。哎呦。丢丢。消失。这个在搭捷运。啊，这个要带，这个要带着。等下出去再走进去。哎，啊，这个坐到哪里要多久？一站两分钟。这到了吗？到了。下车。我们往这边应该剩下大概140左右。哎呦，哎，我第一次站在这个地方，对，去看这一个有没有？哇，复兴，复兴，复兴。好，恭喜你们到了大安站，好，大安站，距离你们的终点站还有148公里，差一公里。因为我们现在这条有红线跟咖啡线，所以红线也可以这样。车站在哪里？这里。哦哦哦，哎，红线啊。如果要红线的话，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哦，那我下头。对对对，它总共有几种颜色？它蛮多，蓝线就是那个南港的南港环线。对。